我们欢迎小珍、安妮带着他们的弟弟妹妹来喽！欢迎四位，欢迎，四位好，你们要去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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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弟弟，你今天听说完全不会做菜啊？之前有去学过，可是很久。你去学过做菜啊？这样不公平哦！谁出师傅还考执照？执照你在那边说说哎！你一个人在外头住这么长时间，应该会料理一些了吧？就是一些简单泡面。泡面水饺，今天是姐姐不要骂我，比弟弟妹妹的记性，我这两个年纪相当了，我觉得记性还不错。你有在背剧本，应该 OK 吧？还行啊。OK 吧？OK 吧？你今天是被逼来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带来的菜叫做炸虾乌龙面。炸虾乌龙面，炸虾，请看示范。哦，葱先切了。嗯，葱先切，葱切成花。这个是一碗的水，把它放进来，热水。那我比一般我们要煮的面的汤汁再多一点。这个是什么？酱油，六匙。因为3:2:1啊，嗯，所以就是6:4，6:4:2。这个是鸡酱，并不代表说我们要全部加进去，你可以先放一半进来，待会不够的时候我们再来加。然后柴鱼片放，柴鱼，三个全蛋，然后两个蛋黄。三个全蛋，两个蛋黄。对，为什么要三个全蛋，两个蛋黄呢？蛋黄的话会比较容易让它的粉干，所以它炸起会比较酥脆一点。它会让粉是干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是150克的面粉，然后这个大概先放100cc 的冰水进来，冰水会让它更薄脆。切虾子的内腹的部分。好，要叫姐姐了。记不起来了。好，这是安安。我要来了吗？对，你可以来。30秒计时开始。你刚冰水是加在哪？加在这个里面。蛋液哦，蛋液100cc。哎呦，马上起来问关键、啊、哦。那个虾刚刚是切了几刀、啊？刚有切这个，好像用了一下。切在哪里啊？切在背的部分，嗯、肚子下面吗？细的。哦，那个有干粉的上面。对，啊，要让它沾到干粉啊。对，这边特别哦，这边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它的粉浆里面，对对，有干粉哦。那这个油温要多高？大概140-150左右。它的粉浆沾这么厚啊？嗯。看起来比较大只，又加了冰水，干东西。这是为什么？像炸弹一样，一颗一颗的那样，里面都是蛋液啊。对，也不要多，这样差不多够。这但这个要酥。哎，你有记住吗？有稍微。你完蛋了，稍微。哇，那这已经泡了水，等下后面就不酥了。没有，它就是要有一点点油脂在里面，吃起来就比较好吃。葱花再补上去啊，完成了。虾乌龙面，就是30秒的时间，弟弟妹妹出来喝苦茶，然后最多可以喝到10杯，就是说可以求救100秒。安安啊，姐跟你讲啊，弟弟妹已经够苦了。对啊，吃苦茶呢是可以降火，但如果你喝了苦茶又抽到五熊的话，你抽到我，我有帮你，你有赢哎。你是不是心虚了？不错了，这边。哎，小轩，这边面糊已经弄好了。对啊，没有面糊还没弄好，我只有打蛋。对，然后汤已经放进去了。你打了几颗蛋？打了，哎，2颗蛋黄，3颗全蛋。哎，这个很清楚。不错，听到，刚才听到了。所以冰水加了吗？冰水还没加，但是他现在在给我研究要加多少水。哇。安安现在在弄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他在玩水。他在玩水。他从小就是有这个习惯，爱玩水，对，爱玩水的孩子。总比玩沙好吧？一百 CC 玩沙比较麻烦。他要吃分三次加吧，一半哦，先一半。这样给啦。嗯。你要相信你弟弟。我觉得你只能相信他，因为刚才是两边弟弟妹妹在记的。是浓稠度对吗？浓稠度对吗？胡志恩？好像哎，好像差不多。所以面糊就好了。好像求救，要不要求救五雄？啊！求救五雄，不要！刚是这样切吗？我们刚刚我觉得这也是关键哎，真的。这样切也是关键，我觉得你求救好。切上面。我觉得你求救好。好，求救。求救。那先喝苦茶。一杯10秒。那个小珍希望他喝几杯？要喝10杯啊？我希望他喝当一杯就好啊，一杯才10秒。一杯才10秒。10秒整哦，求救，几杯了吧？你能喝几杯是几杯啊？不要勉强，就看能力，反正最多是10杯，请开始，来计时开始。没有限时啊，就是只有30秒，有限时，30秒之内，快快要快一点。没有限时，喝到晚上是不是？哦，30秒，5秒，真超苦，已经5秒了。你想都不要想，就赶快吞。两杯而已。
已经十秒了。哦，才二十秒。为了要让姐姐赢，为了要让姐姐赢，好感人啊！安安，三十秒，三十秒，三十秒了。再灌三杯，起码凑个一分钟。对，起码凑个一分钟，快点。赶快，赶快。再凑个一杯。他喝到第二杯已经不行了，他问你要抽多少？真的很苦，这真的是原汁。得到六十秒的资源，抽到一个记性最差的。谁？陈哥。陈哥，完蛋了！完了！完了！六十秒要干嘛？六十秒，六十秒很难用，很难过耶。先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六十秒，计时开始。这样拍不到了，哎呦，怕千块被人家拍到，对不对？原来哦，快点，速度快一点啦！一只虾都花了五六秒了，没事，不要跟他吵架，你快，真的是慢慢做哎。那我记得虾尾要拿起来，就这样，姜拿走，这样拍不到，粉姜，好，现在躲不掉了吧？快点！做效果。原来是切那里。三十秒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再来。走了。粉浆。粉浆。粉浆，这样确定对吗？真还有一个动作，还有一个动作没做。冰水。还有一个动作没有做，还有一个动作，虾子上面。眼巴。味道。真的是一个最没有记忆力的。好了，哪边太多了？5秒，4、3，拖时间了，再拖时间了，再拖时间了，零时间到。你干什么啊？你干什么？汤也没绿到。我再送个这个。一起讲就这个，送这个。你干什么？这有什么好送的？哎，这个很难。让它滴一下，让它滴一下，不要浪费。等一下，刚刚的酱油安，你们也全加进去了？六匙。可是它只用一半，我只用一半。对，它没有装满整个汤匙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哎，不要担心，他们也一模一样。嗯。全倒。对。有那么多吗？打蛋器。好，马上做出了一个另外一个搭配的口感。可以了。加油了。可以。时间到。OK。先吃他们的，先吃这边的，来各位。味道比较重一点点。我先说，我妹妹真的好厉害哦。对啊，她记得好清楚。真的。你们笑什么？来，这样感觉好像我们俩感觉不好哎。真的。你都怎么长大的？饼干长大。嗯，也好吃。对啊。OK 啊，哦，不一样。好，谢谢。调味不同。嗯，炸虾乌龙面。哇。获胜的是1、2、3、9、8。哎呀！这个东西不容易做，但是它好吃的重点是它的汤头，我觉得它汤头的话，我为什么选到这边，就是因为这边的汤头不会像这边那么甜，甜到有点像在喝甜汤。那这边，咸淡适中，然后又有那个面炸那个炸的那个油香味，所以我把票投到这边。其实我一开始做一个鸡酱是3:2:1嘛，酱油味淋清酒，那我在做的时候我并没有全部倒进去。我大概只倒了大概一半左右，所以这边都完全达到，这边明显就味道过重，稍重，对，这边味道比较刚好。